你扫码了，你先扫码。我们这微信，你扫码了吗？好，怎么了？那微信，你扫码了吗？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已经解释了，有规定，你去中日友好医院或者是其他医院问询一下。那是不行吗？我也没有下来查了一个户口，我也不能进去。这不是我身份证吧？来，我身份证吧，这就完了。这个接诊外国人、外籍人员的能力，然后现在是有那个国际部的医院都可以接受。那个分行业规定，行业规定。中日友好离这也不远，打个车就到了。他有国际部。疫情期间这样，疫情之后可能会不会我不知道，因为他涉及有很多一些那个什么措施啊什么的，就我们不具备这个医生父母不具备这个能力，就这个事儿，也为你们负责。